玉兰，跟这里，取火的地方，快点！快点！消防队员！听说新加坡刀子超鱼。我知道。烤的怕没人吃哦。小雨之后知道啊，我的天。对啊，雨要不要冰起来啊？不要烤了。我觉得这个刀刚好。哎呦。为什么不要烤？又饿了又饿了。你小心点，不要修到。那里啦，那里。有火烧正常。烧不起来呀、啊。烧不起来，叫烧不起来了。那长在哪里？那个木炭上面、啊、是谁？木炭上面有赖的。那边木炭在这里。哎，玉米。拿起来，我拿，我用大支了。不要放下，放旁边。起来。那有水果机啊，旁边的吗？我们手机。不是放进这儿。拍起来。很特别哦，来看。啊，别人要拍起来。下面，下面这只拿木炭。拍起来。所以他是唱完就会爆炸是吧？还是点完。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！再一次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！都唱完了，为什么还没开始唱歌？这是故障的吗？等一下整个着火这样。现在是怎样？我不知道。照理说他会唱歌啊。而且他会打开，他花会开。你们拿到一个故障的。现在是怎样？等一下会不会爆炸？我记得是应该会。然后连蛋糕一起烧起来。哎、欸，会不会是故障的、啊？我觉得好像拿到故障的，不应该是这样，应该会唱歌。是吗？应该会唱歌啊。蹦开了！快点，小孩不快点唱歌！哇！党全是公歌，也是党歌。哎、欸，那是我毕业典礼歌。哎呀！好几公开吗？哎，小雨没有唱，坏掉了吗？我们之前的很快哈，我们之前上一次的。坏掉了。啊，真的？怎样？他应该会打开变一朵花，然后会唱歌。唱歌他是有一朵，你要拿去哪里？好，把大家一起来吹吧，吹掉好了，就快掉了。不要，要开，要开了，要开了。都开，你干嘛开了？我觉得他是因为烧坏掉开始开了。开了，没那么久，我记得。开了，烧掉了。干嘛？他已经完全花瓣烧掉了。花瓣已经烧掉了，还你开始有带欧心的啦，那个蛋糕被熏。来吹，吹掉，吹掉。好，一起吹，小朋友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要去跟他抗议。哎，真的是坏掉。去跟他抗议，抗议。好，我来接，我来接。喷水的。哎，我不会摸，不会摸会烫伤。哎，喷水的嘞。喷水谁拿走了？那个敌方拿水枪谁吗？刚才小雨你又拿去哪里了？俊，来给我喷手，喷我的手，啊、把手巾拿高。去跟他，马上去跟他换一个新的。来，我切喽，水果蛋糕，这个超好吃的哦，他说这他招。拿手指掰开了，快掉了啦。好了，谢谢。上次那个你们应该还记得吗？对不对？记得。开始转嘞！哎呦，转了，哎，又转嘞！然后这样子根本是坏的。那应该会有音乐，有唱歌吗？小雨把它全部拨开。变。拉不开。没有唱歌啊。没有，中间那颗还是烧过的。拿脚踩一下，也让我看。那唱吗？今天谁生日？生日又没红包。妈妈又把地板用湿了。他刚刚就跟我讲了。他刚刚有许愿吗？啊，有啊。许什么愿？红包多一点。哈哈你许什么愿？啊？你要吹是不是？你要吹我擦。快点讲啊！你许什么愿？大一点。喂，你在录音吧？你发出那个青蛙的声音干什么？妈，愿望，你希望什么？我们在玩烟雾弹。你希望什么？烟雾弹。
什么？风调雨顺不会。嗯，这个。